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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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嘉宾，那个湖州大学校友总会陈玉敏会长。新民丰社杨社长，还有我们的陶社长，哎，还有我们福建籍兄弟院校的校友会会长林文登会长，是一大福建一大校友会的会长。那还有我们这个叫做农学院校友会的代表吴小青女士。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就对你们的到来，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首先，我对今天的这个活动，我简短的。尊敬的湖州大学校友总会陈玉敏会长，尊敬的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李庆瑞领事，对，刚才我们李庆瑞领事这个嘉宾忘记介绍了哈，对不起。尊敬的各兄弟院校校友会会长、福建籍社团侨领，各位校友、校友们亲属，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欢聚在美丽的悉尼港，共同庆祝湖州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十周年，成立十周年。在10月27号，我们的母校湖州大学刚刚庆祝了60周年建校华诞。今天大校友总会的陈玉敏会长又专程前来悉尼参加我们澳大利亚湖大校友会十周年的庆典，暨第三届理事会就职庆典，让我们对此会长的光临表示热心、衷心的感谢。对李庆瑞女士和各位嘉宾、媒体朋友拨冗出席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也对今天前来助兴表演的中国湖北歌剧舞剧院艺术家们的表演表示欢迎和感谢。福州大学校友会于2006年开始筹备，2008年6月22号正式成立。10年来，福州大学校友澳大利亚校友会在我们每个成员的见证和参与中茁壮成长，共同的教育基金把我们凝聚在校友会这个大家庭中。在这里带给我们太多的母校回忆，也传递了太多我们在异国他乡奋斗、开拓、团结、互助的能量。每一次校友会的活动就是我们创业和生活的风险。现在我们有请
起，澳大利亚福州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冯丢林会长带领我们一起回顾我们校友会十年来的历程和未来建设的展望。现在有请冯丢林会长。校友总会陈玉明会长，尊敬的加拿大校友会林延斌会长，江苏校友会吴晓舒会长，福州校友会江梅建副会长，中国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联盟朱启明执行主席，还有来自医大校友会、华大校友会、师大校友会、农林大校友会、厦大校友会，还有来自我们的悉尼的跟社团的乔林的会长们，还有来自我们的中心社、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有澳洲的财经见闻，来自我们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李清瑞女士，还有特别来自我们这一次特邀的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湖北省演艺剧团的杨总。尊敬的大家、朋友们、校友们，晚上好。今天福州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在这美丽的悉尼港湾隆重举行福州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十周年及母校建校60周年庆典活动，这是我们澳大利亚校友的一个盛事盛会。福州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自2008年成立以来，秉承母校明德自成、博学远志的教训，团结和凝聚了一批旅居在澳大利亚的福州大学校友，本着立住澳大利亚心怀祖籍国、回归母校奋建的福大人的力量，成为在澳大利亚提升母校的声誉和促进中澳各领域的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和有生力量。校友会的成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找出国门的赴澳大利亚留学的跟创业的一批校友，目前在澳各个行业都有建树的成功人士组成的，他们大多是都秉承福建人的敢于能先的锐气，上下求索的执着和心怀山之的赤子之心，在南太平洋彼岸的这片大地大陆中开创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特别是校友会有一批无私奉献的校友，才让校友会澳大利亚校友会的活动能持续开展。我在此要特别感谢属下这些校友，我们的校友许金山校友、林维校友、张伟克校友、许明成校友、李明校友、邱廷坚校友、陈德元校友、谢忠杰校友、劳国辉校友、郑刚全校友、李静新校友、卓波新校友、陈真校友、姚新校友、陈国龙校友、
高少岩校友、汤义华校友、胡文达校友、施辉校友、方祖龙校友、林东新校友、郭希宁校友、洪敦瑞校友、林瑞华校友、杨丽萍校友、陈丁校友、张国强校友、杨建明校友、刘秀明校友、赵世亮校友、耿小燕校友、郭宁海校友、曾郭毅校友、许宁校友、林建新校友，有了你们，我们才有今天的聚会。此次不收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四周年之际，我谨向特来参加校友庆典的外地校友会代表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也特别感谢湖北省歌剧舞剧院艺术家们带来的表演节目。今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有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带来，希望大家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谢谢大家。现在我们热烈欢迎湖州大学校友总会陈玉敏会长给我们致辞。各位校友、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第三次来参加这个澳大利亚校友会的这么隆重的活动。刚才大家可能在这个看这个片子里看到，2008年我来了一次，就是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的时候来了一次。那次是林强副书记带队。2013年你们成立五周年的时候来了一次，那次是。10周年，我又专门从福州过来，因为前几天我们学校刚刚举行了非常非常隆重的60周年的校庆，所以呢，学校里面很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领导啊，都在走开。那首先我想代表学校对这个澳大利亚校友会呢成立1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为我们这个马大校友搭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联谊了很多的这个校友，大家在这个平台上面呢能够资源共享，互帮互助，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为学校的这个荣誉。那今天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我们请了一些嘉宾说话，真的是很棒。我们福州大学真的是福大很大，我们这个一个整个这个两次都是在跟我们包里流传，像是校庆58年建校，那这次校庆应该说是非常的隆重，大家有回去，有很多的我们这个几个会展，我们包括会展也回去了，我们单旗秘书长也回去了。这次我们这个60年校庆，就是我们感觉这几年这段时间下来应该是非常的隆重，大家在微信上也看到了，无论是这个校友也好，还有呢我们的校友自己的捐款，我们有一个校友的捐款是3亿，是应该说是近福州大学建校以来唯一一次获得最大单笔最大的一个捐款的这么一次。我们这次一共这个2018年福大这个捐款一共是11亿，就这次一共用11亿捐赠，还有捐件，还有一些合作的意义。所以呢，应该说特别感谢我们校友为学校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在我们澳大利亚校友呢，就是在福州大学，在澳大利亚为我们福大呢赢得了非常大的荣誉。那我们学校呢，现在是进行双一流建设，福州大学现在正常的大概排名
大概在50几位到70几位，在全国，在全球大概在600多位到700多位。应该说这几年的排位是非常不断的在往前走。那如果看一下这个一些排名比较知名的排名，我们最新的一个排名排得非常前，大家没看，在那个 US News 是排在了第20几位，跟其他高校并列排在20几位。所以呢，应该这是我们校友的自豪，我们复旦大学取得了这么好的荣誉，也是校友为学校争来的。我们现在的学校的排名跟校友是紧密相连的，校友的杰出度、校友的捐赠，这些都是在去进入我们校学校排名的一个指标之一。所以呢，我要特别感谢校友，也欢迎我们校友呢经常能回母校走一走看一下，可以跟我联系。我现在还在学校负责校友会的工作，目前我已经10年了，08年开始，第一次我当校友会的，那时候是会秘书长，就大概没几个月就到了澳大利亚来参加了悉尼澳大利亚校友会的成立大会。那么这次呢还有两个任务，其实在澳大利亚还有两个任务，还要去西澳科斯那边，还有一些校友要帮他们做一个联谊，然后最后还要10号要到墨尔本，要成立墨尔本校友会。我们今天墨尔本也来了两个校友，所以呢这一次我希望把澳大利亚的校友广泛联谊，大家在澳大利亚互相联谊，也可以跟其他校友会，我们今天请了一些我们会的几个校友会，加拿大校友会、我们江苏校友会、福州校友会，大家可以这个其他的校友会加强联系，也可以再跟澳大利亚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其他高校、其他商会，我看今天还有一些是商会，也可以加强联系，大家答应来。我们校友会这个成立的宗旨呢，就是要第一个服务校友，第二个呢要服务母校，第三个就服务我们这所在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经济建设。这个呢，为这个学校、为校友、为这个地方经济建设呢，做出更大的贡献。啊，最后呢，我想我们都是福大人，福大人，人人福大，倒过来还是福大人，人人福大。谢谢大家。我这次还拿了一个徽章，福大人的徽章，就是待会儿送给每一位校友，该给我们会长，大家到时候这个每个人拿一个，这个送个福给大家，就做这个小徽章，感谢大家。谢谢陈会长。我们有请加拿大多伦多校友会的林延斌会长致辞。成立的，我们加拿大的是2008年5月成立的，所以为我们的缘分先鼓个掌，好吧？好。第二个，我非常震撼感叹的是，你们比我们做的规模大多了，比我们有气魄多了。你们能够在这么高档的地方，特别是能够聚集到这么多的校友，因为我注意到你们校友群只有200几，我们是400几，但是我们真的很像没有你们这么的热情高度。还有一个让我非常非常震惊的是，你们的捐款真不得了，所以我感觉我的这个会长格调太低了，所以呢格局太小了，所以我可能结束后要给你们冯会长再探讨一下怎么把我们的格局提高。最后第三点，很开心的庆幸的是，我知道你们是在悉尼福州大学校友会非常有名望名声，我们在多伦多福州大学校友会也是非常有名声，因为我们拿了很多的冠军，龙舟冠军，还有舞龙，还有排球。
和，甚至我们南方人能够包含过北方人，几十个校友会我们也拿了冠军，我们还有第一个省议员，所以我们加拿大的福州校友会非常欢迎在座的各位同学有机会到加拿大去玩，到多伦多去玩。好，谢谢大家。我们有请江苏校友会的吴晓松会长致辞。各位校友，非常荣幸啊，就是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澳大利亚福大校友会的这个成立十周年，还有我们庆祝福大六十周年华诞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宴会。我的感想跟刚才加拿大校友会的刘会长是差不多的。第一是非常的震撼的，就是我们欧洲校友会的捐款非常的踊跃，非常的我们福大校友会的这种留澳的这种学子，非常的热情，这是第一感谢。第二就是我想，我们向大家学习的话，也就是说，一个凝聚力。另外，我代表我们江苏校友会，祝澳大利亚校友会越办越好，也欢迎大家到南京、到苏州来做客。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这个各兄弟院校来的会长、嘉宾都很多，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请大家上来讲话了。现在我们再请一位，就是我们自己澳大利亚福州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的许金山校友，给我们致辞。各位朋友，各位校友，你们好。其实呢，我今天来，我是巴勒外语的，所以呢，那来澳洲也二十几年了。然后呢，今天我带着其实六个字，想表达我的心情嘛，就是第一感动，第二感恩，第二感谢，第三感谢。为什么呢？就是从2008年开始建立了这个校友会呢，一路走来，在冯会长的带动下呢。然后我们每次大家都非常的踊跃，非常的勤快，是不是？真的是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然后五周年的时候呢，又请了最高的表演机构，就是中央国际舞剧院，来为校友来演出。然后十周年呢，又搞了这么一个。其实呢，这些在幕后呢，真的太感动了，真的是我的呢，所以我都准备了很久呢，就是一定这个会呢一定要来参加。所以呢，第二呢就是感恩，就是感恩呢，其实自从进了福州大学以来呢，你的人生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是不是？就是前几年做生意的时候，到全世界各地访问的所有人都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新西兰也好，英国也好，中国也好，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校友的支柱，然后都是校友们的欢歌笑语，其实跟你的这一辈子的人生呢，添设了一个非常绚丽多彩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就是觉得是最值得感觉骄傲的。再一个，还有一个提起了一个82年83年，我是第一个违规谈恋爱的，是不是？当时我老婆也是我系的，原来还是我们系的团支部书记。那个当时，所以呢，因为有了福州大学，有了这个缘分，而且呢，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福州大学的这些女生啊，是世界上最棒的，长得又漂亮，又年轻，又热爱生活，又非常懂得管理家庭和他们的老公，这个是我们福大最有福气的一个。你只要有，你看像我们冯会长啊，银联的这杨总 ，OK， 包括我，但是我没有他们的好，但是也不错了，因为我老婆也是福大的，
所以呢，我会很骄傲的说，我们都是复大的人，而是复大是我们的家，是不是？再一个就是很感谢呢，就是所有的校友，真的一生呢有你们的陪伴。而且呢，因为我最近这两年我到了墨尔本，在学高尔夫球大学嘛，也专门在学高，所以呢今天有就是两个，就是卢先生跟杜先生呢，因为杜先生是原来是我们的校友，也是我在科达的时候的，就是的同事，所以他们今天特地赶来的呢，非常的亲切，而且在看到了所有社团啊，包括医学院的医学院啊，什么农学院啊，什么江苏的这些，我们就不一再，但是就是因为有了福州大学，让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然后越来越健康，然后同时也祝就是预祝呢，我们未来的十年跟母校未来的六十年能取得更好的成就，然后我们的校友会的会务会越来越发展，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怕老婆是好的。